这边吃东西呢。这个呢是一个温泉乡啦，嘉禾温泉乡。哎呀，嘉禾的那个三代这个地方啊，这个以地理位置来看，就像我们去泡四重溪温泉这样子啊。然后我们今天要来泡汤的地方在这里，你看哇，古色古香，你看这里，你看这个建筑好漂亮哦。哦，这个是古种汤啊。哦，他们这里有种汤跟古种汤啊，分两个。古种汤就是说那个时候呢，这个温泉区呢，就是从这边然后慢慢这样扩展开来的，以这边为中心这样子。里面感觉就小小间这样哎。这个是公共澡堂，好像是公共的。哦，啊，这爱钱嘛，公共澡堂他卖钱。嗯嗯。哦，要男汤的话不用，女汤要。他这样子，男汤不用钱啊。没有贩卖机，女汤才有啊！没有啊，不然我们不相信，你到女汤那边看看。哼，我才不信！警察叔叔啊，就是这个人乱跑去女汤啊！我按光跟买票进场啊，你。人家啊，这个古种汤啊，小小一间，但是古老的风貌哦，格外有种怀旧的风情。放松松之旅哦，怎么能错过这超有气氛的千年古汤呢？为什么泡汤不下来呢？我还在适应啊。太汤要下来，你适应太久了，这一集都要结束了，你还在适应。好，还在适应。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适应了，快下来。Come on。哦，啊 ，You can do it. Oh yes. 我怕好了。哇，好，我就快要熟了。哦，太热了，我要去买东西了，再见。哦，快要熟了。其实它已经算很通风了，它整个在那个设计上面是非常通风的。然后呢，它好像还保有古时候的这样子的木质的一个装潢建筑，旁边那个瓷砖好像有一点那种罗马瓷砖的感觉。我这音轻干哦，可以了可以了。啊，现在起来了，没有办法再下来补画面了。哦，不要管，等一下我穿泳裤去逛温泉老师。Oh no！ 不要这样，你有想过路人的心情吗？没有，你只想到你自己。哎，我们来点个什么呢？哎，就温泉蛋而已嘛。哎 ，ice cream， ice cream。哎，对了啦，现在泡完好热哦。哦，来点冰淇淋不错哦。ice cream。好耶，泡完汤啊，再喝碗冰的 ice cream。哎，你看看。你在干嘛啦？你搞我卡了！啊，哪来呀？要搅一搅。这不是 separate， no separate。混ぜた方がいいですか？对，要搅拌比较好吃。啊，它上面这个应该不是加糖，应该是酱油之类的。会不会？不会吧？我闻这个味道是酱油哎。哪里敢？连导游都搞我倒落去，这到底是什么款的滋味嘿？好恶心啊！好恶心呢！哦，唔卖，唔卖哦！这这个东西很好吃，卖就卖，这样子可以很好吃。我想吃那个布丁呢，怎么可能？布丁感哦。而且还酱油哦，甜的加点好好吃。台湾呢的温泉街道要卖这个，从今天开始卖，一定会大赚。哦，你那就叫啦。今天还是 gay 啊，一哥啊，那你怎么说？我觉得它这个冰淇淋的甜味多了一点点。然后盖过了整个温泉蛋的那个咸味。那我们如果吃冰淇淋，一般来讲的话呢，一般一入口它就要融化了。可是呢，它没有办法完全融化，是因为蛋黄体它都还存在着，所以有一点好像啊加料在里面。你这点点竟然可以这么精辟的分心，而且这么清醒的分心，真的是很佩服你。哦，我觉得这样子的组合，就像你今天这个服装的搭配，怎么样？日本的浴衣，然后加上这一个。还加上靴子，对不对？然后还加上这个是夏威夷风格的帽子，算是蛮花团锦簇。对，算是蛮好吃的。而且我吃完，我觉得哎，文思泉涌啊！又来了。然后来个，这是上一集的内容哎。泡完古种汤，冰淇淋加温泉蛋，
实在偶一性，啊，好棒哦，哇塞，厉害厉害，哇，阴吹雪提早吹了，你看啊。啊！樱吹雪提早吹，那是樱花吗？樱花怎么会现在开开的那么漂亮啊？天团最期待的奢华月前蟹大餐终于要登场啦！但是啊，却有不明状况发生。啊！我看到一个啊啊啊！到底是什么让天团惊个屁屁坐啊？广告回来，惊吓登场。